双方你一嘴我一嘴的吹着，四个队员不愧是说相声的相声演员，嘴上功夫十分的好，互有往来。好，杨九郎真是太拼了！哎呦，主郎射门，球居然进了！捧哏队杨九郎先拔头筹。进了，进了。杨九郎非常漂亮的吊射。 漂亮，来一勺子，你看怎么样？嘴球，嘴球啊！快快，你们开始。比赛再度开始，张鹤伦猛吹进攻，可惜给拦截了。哎，差一点。好，现在换王九龙教球。黄高高高空球啊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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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给弄坏了我！进攻失败，球又来到了杨九郎的嘴里。又来了啊！ 杨九郎射门，球被炳哥给挡住了。现在换张鹤伦雕球，他要射门了，他要射门了。张鹤伦一个甩头射门，球居然进了。